第33题，右图为衣料纤维分类的简单架构，依此架构将不同的纤维归类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？B. 麻，麻是属于天然纤维中的植物纤维，属于乙，叙述是对的。C. 奈伦，奈伦是人造纤维中的合成纤维，那属于丁，叙述也是对的。猪人造丝，人造丝老师上课讲过，属于人造纤维中的再生纤维，属于丙，也是对的。A 棉，棉是天然纤维中的植物性纤维，不是属于甲。甲是动物性纤维，是蚕丝、羊毛，并不是棉。棉并不属于甲。选项 A 呢，叙述是错的。第33题问我们说，则下列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棉属于甲。